我只好就近住进一家酒店。我的位置就在这里。完成，祝旅途平安。您已进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克旗。我开始工作了，记录和整理路上的所见所闻，这项工作每日必不可少。同时，我在浏览推特。这是我正在写作的书评，书名是《民以何时为天》，作者周晴。大家好。这是一段我录制于2009年的录像啊，那时候我正在这个万里黄河溯源行的这个路途中啊，当走到内蒙古达拉特旗的时候啊，前一天晚上住在这个镇子的，应该是个镇子吧啊，就住了一宿啊，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这儿，出发以后呢，不久啊，就是还没出这个镇的南头了，天就变了。大雨瓢泼，显然已经不能行进了啊！我就住回了这个镇子的西头一个宾馆啊。在这个宾馆里啊，我有了这一段录像啊，因为百无聊赖啊，我就忽发奇想，今天的博文我怎么写呢？我就写了一段我在这个路遇不测的情况下啊，在这个旅馆里一段生活场景啊。大家刚看到的是。我在电脑上写东西啊，中间提到了这个一本书，名《以何时为天》，这本书我提到的是周晴写的啊，咱们今天就说说以这个周晴这本书啊为重心来讲啊，周晴，因为我当年2007年第一次田野考察出行的西北五省的时候，受林木家人的委托编撰了那本这个林木的。自传体的一本书啊，《竹径梦幽虚》。当时这本书的里边一个关键部分资料，就是，除了我自己和他家人交给我的一部分资料之外，就是周晴提供了我十多盘吧，就是那个光盘啊，当时的录像，就是对林木先生的生前的录像，这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周晴先生在西安是在饲养界很活跃，早年就开始。做一些口述历史的记录呀，包括录像呀等等等等啊，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编撰完这本书以后呢，隔了一年，我第二次出行的时候，就这次万里黄河，这一次出发前，周晴呢介绍了我一本书，是他自己的最新著作啊，就是《民以何时为天》啊，这本书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话题。大家记得那时候，制假制劣啊，这种食品啊弥漫着我们的生活。那一段时间那个媒体也集中报道，而且那个时候也应该说媒体还是比较极其活跃的啊，这类的报道屡见不鲜啊。而周晴呢，作为一个作家呢，他眼光敏锐的就捕捉到这种社会现象，他就以此为主题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呢最初是在2004年深圳的报告文学这样的一个期刊上啊刊登了啊，之后呢就被这个华商报呀、北青报呀、深圳特区报、中国妇女报啊、青年参考，另外被网易、搜狐、新浪啊，很多这个门户网站都纷纷做了转载，影响非常巨大啊。接着呢，也就是在三年以后，在2007年的1月1号啊，年初啊，由工人日报啊，这是一个大出版社啊，就把这本书啊正式出版了啊。这本书当时给思想界、给这个食品界啊、给民生，关注民生的这个社会舆论啊，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讨论的范本啊。其中的话题除了总结我们的这个社会现象之外呢，又有许多这个周晴先生自己的认识啊，
所以说这个这本书的价值是非常这个及时，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影响非常巨大。不幸的是，众所周知的，或许大家不知的原因啊，在不久这本书就被下架了，啊，被下架以后呢，就成了禁书嘛，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经常有禁书啊，我的很多朋友都是禁书作者，你比如说湖北的这个胡发云大哥啊。就出了数本禁书，就是因为写了一个隐匿者，哎，写的是这个文革中的事件，就被禁了啊。好在人还没禁啊，这些人都没禁啊。周琴的命运，他这本书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啊，遭禁。所以呢，我当时非常认真的阅读了周琴先生这本书啊，我就准备为他写这个，这本书的一个书评吧。哎，理论不高，但是我有我的看法。大狗要叫，小狗一样叫，同属狗叫属性啊，哎，我发生了。而写书评这段时间呢，恰恰是在我第二次，出行，就2009年，在田野考察的这个路途中，因为我知道我要走5个月呢，所以说，我不能把这本书就搁下，搁下就凉了。我对他的第一时间阅读了这本书的那种观感啊，就会发馊，就会不新鲜啊。所以我抓紧时间，一路就是天天骑着车子边思考，然后呢一休息下来就写这个书评，哎，在网上写这段生活录像啊，就是哎记录了我当时的那个写这个书评的那个过程啊。当然这是小事情啊，开了个头太大了。好在我们已经介绍了周琴，我们就说他所议论的这个书里议论的这个话题，对吧？关于这个食品安全的话题啊，哎，在我们很久以来。到现在这本书到现在啊，2007年、2017年，这又是10多年了啊！不仅仅是这10多年，之前就已经早已成为国人的话题，非常热络的话题啊，到现在还在议论。而这个议论呢，这个由于舆论的现在被有限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方面的舆论渐趋减弱，但是食品安全的这个忧虑啊，却在国人的这个心目中啊是越来越深。现在大家随手可以举出无数个令自己不安的食品的一些名称，换句话说吧，每个人都可以举出一系列他自己从来不吃的、从来不买的、有所担忧的、某种食材、或者某种水果、蔬菜、原料等等啊，每个人都可以举出来一批啊，可是大家不说了，舆论倒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一种现象啊。不是说没有了，而是越来越多了。你就比如说这个添加剂吧，在周琴这本书里《民以何食为天》里多次提到过添加剂。添加剂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外衣，食品的安全包装。为什么这样讲呢？周琴举了一个例子，目前周琴已经客居德国啊，继续为国内在写书，写国内的事情啊。他在德国就发现，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牛奶，德国的牛奶才是真正我们所说的那个原汁原味，不加任何添加剂，所以它保质期很短，很快就会坏的，就会馊的。但是国内的这个牛奶呢，保质期就非常之长，半年甚至一年，通过利乐装呀，或者是什么各种罐呀，盒呀，什么包装啊，里边就添加了很多很多，而且这些添加剂都所谓的公开信息知情，然后呢都写在了包装盒上，什么什么添加剂%多少，什么什么什么0.几，什么什么0.7、0.8啊，光面堂皇的啊，明目张胆的写在这个包装的封面上。我看了这个话以后呢，就觉得周琴的意思是说呢，由于添了添加剂，我们的国内的这个牛奶所谓的保质保鲜啊，时间就特别长，半年一年，完全失去了这个食品的原生态那种安全概念啊。这是那个周琴在这本书里反复提到的关于食品安全的一些社会影响非常大的、舆论影响非常大的一些事件啊。他还比如举到了三鹿奶粉的这个三鹿氰胺导致婴幼儿这个结石啊等等啊，结石宝宝呀，那时候不是有这么一个词汇吗？一代人，而这些这个结石宝宝呢，现在已经都是大孩子了，
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结果呢？而有些很多这个受害人啊，为了这个节食宝宝而前赴后继的去维权，哎，去要说清这件事情，哎，追求补偿赔偿啊，但是却遭到了打压，又出现了很多因此而维权而被打压、被关押这样的事情，包括周青这本书被封杀，买不着了。这么一件有利于民、有利于国的、有利于国力的这样一件好事啊，哎，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好起来的这样一本书，发聋正愧的、石破天惊的这本书啊，竟然却遭到了封杀，天理何在呢？食品的这个食材的安全等等是一个问题，哎，还有更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街头的这种饮食餐饮，凡是入人口的东西啊，都属于食品安全话题啊。我下面就说一个关于这个食品生产企业啊，就是这个商店啊、食堂呀、它的安全这个考核检查制度啊。我在很多饭馆里，小饭馆，尤其小饭馆吃饭的时候，我喜欢问他们墙上挂的那各种资质，卫生资质、健康资质啊、这种证明、证书、资质证书啊，这类东西，喜欢问这个东西。尤其是我在内蒙古一带，我还看到地方特色的一种装饰吧。所有的小食堂里，不论大小，哪怕那食堂里脏七脏八的、乱七八糟的啊，但是那个它那个墙上必然有小黑板那么大一块，像是墙包一样的东西，里边必定可以看到，当地显然是县领导或者什么领导，来视察食品企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照片、新闻照片，而且呢还用文字打印的那种小稿件，就像报纸一样的，某某某领导、某某某书记，几月几号，去视察了什么什么食堂、什么什么餐厅，提出了食品安全非常重要等等等等，陈词滥调啊，家家都贴这个东西，旁边呢又贴一些资质认证，都在这个小黑板里啊。后来我就问他们，他说这个饭店老板都说，一般来讲都是，哎呀，那是必须贴的，规定要贴的。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啊，很朴实，但是一语道出真相啊，这是完成任务，这是做表面文章，实际怎么样不管，你必须把这个做出来，以示我们这个地区的食品安全工作做得非常优秀，是吧？是一流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我就在内蒙古问过啊，在东胜那边的，就鄂尔多斯那一带啊，我问过饭馆的厨师啊，我说你们这个地区啊，对这个厨师参与操作人员的这个身体健康检查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每年都进行呢？或者怎么呢？他说哪儿呀，我们都是，哦，对，那个厨师我记得还是我们陕西渭南地区，渭南地区有很多那个就像蓝翔什么什么技校一样的啊，有很多这个食品，那个地方专门培养厨师啊，很多北京啊各地的厨师都是出自于这个地方啊。他讲了，我们从渭南毕业的时候，我们就获取了毕业的时候和毕业证同时就获取了健康证。我说这很好呀，他说当然好了，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就像免死证一样，终生有效，你觉得还好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出来已经五年了，在从事这个餐饮啊，每年就说是我拿这个证，检查人来了，我拿这个证一看，或者是每年要年检的时候啊，我有这个证，免了，真的免检了。第二年只要把这些证或者复印件交给老板，老板到有关单位去这么一亮啊，我们这五个厨师有这个证那个证，学校里的颁发的人就没事了。那这五年之内你会被患什么病呢？身体它是一个动态的，对啊，对，是一个动态发展，你能保证第一年没问题，这五年之内就一直没有问题吗？这岂不真是那种免死证吗？一证到手，终生免死，你可以不检查了。那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安全呢，食品安全呢，是不是需要随时随地检查呢？这个里边说明了很严重的问题。同样是这个厨师，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厨师有这个证，那这些端盘子的姑娘，他们是不是也要检查？也要检查，不过话说回来，检查有什么用呢？他们的身体要比我们好多了。我说那为什么呢？第一，都是小姑娘，年轻，
第二，都从山里来，山里来有什么病呢？不用检查都可以。而且呢，他们今天来了，明天走了，都是这儿工资低了，他又跳个槽，老是在这种情况下游动啊，根本就没人管他们身体状况怎么样不怎么样。有关单位来检查，也仅仅是看看厨师的免死证，是吧？这小女孩们什么东西，完全就是一掠而过。大家是不是有这种印象呢？包括这个塑料袋的这个禁塑运动啊，紧一阵松一阵，现在又过去了啊，过去多少年了？这一轮记得过去、大概有十年了。十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禁塑禁得非常厉害，到如今呢，禁塑的号角早已经偃旗息鼓了。剩下唯一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剩下一些大超市还在利用这个，赚取点小利润，卖塑料袋，一个塑料袋卖5毛钱，从最早的1毛2毛，现在卖到5毛钱，稍微质量做的差不多点，可以卖到5毛钱，这又是一个，一个产品，一个产业啊。但是它的真正的这个，禁塑的作用呢，实现了没有呢？这个禁塑的目的实现了没有呢？早已经被人忘到脚后跟去了。现在谁还想禁塑不禁塑呢？哪像我张世和呢？我多少年来一直拎着一个篮子啊，我待会儿把这个篮子拍一下放这儿看，我是拎着篮子买菜的，多少年都是这样，真是菜篮子工程。我在菜市场里边除了买豆腐，它那小块放不进篮子，弄一个塑料袋再放进去，所有的菜我就直接放在篮子里啊，商家也高兴我也高兴啊，一拎豆腐不变形，蔬菜萝卜白菜横的横的竖的竖的摆得整整齐齐的，非常有成就的蹬着车回来，谁看见都说哎，这不错，老板也高兴，给他省了塑料袋，是吧？事实上卖这个蔬菜的小商小贩呢，他们早已经不收费了，他们在收费他还担心没人买他的菜啊，多可怕呀。我们全民就是在这种混沌中，你骗我我骗你，混混沌沌的世界里你骗我我骗你。最近不是网上又开始流行啊，用各种化学药品可以拼加出来，没有一点啤酒花，没有一点啤酒因素就可以做出一杯啤酒来，最后还嫌没沫啊，加点最后加的什么啊，小苏打啊，成有沫了，端起来就喝啊，真是啤酒味儿啊。那大量的那个有一个某一个省啊生产这个矿泉水啊，尤其现在这个现在又流行的这个苏打水，这个省呢就盛产这个水。你看很多我在某宝呀什么的很多地方看到的，他都不写自己的生产厂家，等买到手以后打开一看，哦，上面写着某某省。这个省怎么这么会生产这个水呢？这个水的里边它用的什么呢？有什么甚至有竹叶，什么仙桃，水蜜桃，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香料啊。据我所知，我听到的啊，香精可以做成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模仿出来，他们就加这个。至于水是怎么回事呢？但愿是天然的什么什么水，是吧？我现在买这个苏打水啊，买这个什么，在网上买，我是经常离不了这个，一直在买。我只定点买那么一家，那家是我千挑万挑的，费尽周折啊，买了多少次回来以后一看不是那个地方出的，我终于选定了这一家，是一个外省，南方一个省的啊，我就一直买它的。这个经验也许我的思路太狭隘了，大家仅供参考啊。就是商家说的话，不要让我们活不下去，你活下去了，人民活得下去吗？谁来管这件事呢？我说到这儿啊，我再去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而且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人的后人身上啊，杨虎城，大家知道吗？杨虎城啊，陕西人，他的儿子杨正民原来是西安市市长，后来是天津市副市长，专管工业。他的女儿杨继啊，就是等于就是杨虎城的孙女啊，这是我们关系很好，都是我们保小同学，就西安市那个小寨那育才小学，当年的第一保育小学，我说过啊，延安时候是列宁保小、中央保小、苏维埃保小，叫了很多名儿，到了西安就是西安第一保育小学啊。这个学校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在天津，我在北京，离得近了啊。北京这个地方有呢一二十个我们西安这个保小，晚年以后随着父母回到北京，所以大家又聚在一起。这是我们了解了他的这个
家庭的一些情况啊。哎，他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哎，到了日本，在日本生活了那么几年。他的孩子啊，是典型的天津宝宝，是大陆孩子，哎，是不喝牛奶的，哎，这在国人里边似乎是一种很得意的事情。早年是这样啊，似乎认为这是一种优越，哎，我们不爱喝牛奶，哎，好像是我们的就是一个标志吧，优越不优越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好像是一个标志，是中国孩子，哎，中国宝宝就不喝牛奶。但是到了日本不行，日本有一句我这时候突然忘了啊，日本国民啊，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要主张全民喝牛奶，尤其是孩子叫学生奶，哎，这个学生奶其实好像咱们中国好像也效仿过，但是现在也不见了，又偃旗息鼓了，但是日本坚持下来了。所以日本人呢，包括他们的孩子一代一代啊，现在是日本人从一代人喝牛奶，哎，好像是一年多少斤牛奶吗，还是怎么，有那么一个口号啊。总之他们现在成长的，现在跟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代人啊，但不是我这个岁数啊，大概在40岁50岁以下的啊，他们都成为喝牛奶的人。以前所谓的指亚洲人体质不适宜喝牛奶这种谎言啊，被事实戳穿了，日本人喝牛奶。而这个杨虎城这个曾孙子啊，哎，他在日本去就是天津宝宝不喝牛奶的，他一喝牛奶就像我们的反应一样的恶心。后来呢，日本这个小学，他所入校的这个小学呢，全校就掀起一个让这个中国孩子啊学会喝牛奶，在我们来讲或许就叫做运动吧。总之在那个学校呢，这成了一个学校普遍的一个大问题，都在关注这个中国宝宝他什么时候学会喝牛奶，他什么时候能接受牛奶。这都是这个杨虎城这个孙女啊，就是这个天津宝宝的妈妈亲口给我讲的啊，讲的她几乎是热泪盈眶，非常感动。师生包括同学啊，都在关注这个中国宝宝，善意的劝他喝奶，哎，而且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几年以后呢，这个孩子学会了喝牛奶，他现在已经离了牛奶不行了，当然了，体质势必就大大的增长了。而为此呢，这个日本的小学呢，为杨虎城这个曾孙子啊，举办了一次庆典会啊。庆典什么呢？主题就像我们的大队会，哎，小队会一样的啊，有一个主题。主题是什么呢？祝贺中国宝宝开始喝了牛奶。哎，原话怎么我组织我记不得了啊，反正就是一句非常令人感动的这么一个主题，就写在大黑板上。全校为这个小孩，为这个中国宝宝祝贺。哎，我讲这些东西似乎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是不是？这种事情太多了，你还今天砸人家的车，明天弄人家什么，人家在悄悄的在崛起。不是有一次中日青少年夏令营吗？中国孩子都是大包小包，家长带着拎着孩子，给孩子拿着汉堡，拿着可乐，拿着什么东西。大包小包，大人给背着送孩子，孩子身上什么也不背，哎，送去夏令营。而日本的孩子排着队过来，每个人自己背着自己的双肩包。我看到这儿啊，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没什么好的感觉，非常悲哀、悲痛啊，痛苦啊！我不知道您此刻听了这话的话，你可能也听说这事儿了。我们中国人能不痛苦吗？我们的一代成了什么了？将来是什么样了？我们还有什么优越可谈呢？我们还有什么优越之处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呢？你到底什么东西强了？什么东西比别人好了呢？这就是我今天由这个周琴的一本禁书，在大陆的禁书所引发的这种联想啊，说的有点激动啊，希望大家谅解。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在淘宝上啊，我必须点名这个宝啊，哎，淘宝上可以买到这本书了。哎，您可以点这个二维码，哎，扫这个二维码复制，或者是在浏览器上去淘宝可以买到，都是工人出版社的，有各种价格的，最低19最高100都有啊，您可以买到这本书。您可以把这段书啊作为一种历史去回顾一下好吗？顺便要说一句，为什么一本禁书呢？现在又
就能放得开了呢？我认为倒不一定是刻意的放开，有计划的放开。你说漏网之鱼也行，你说是这事儿过去了，那个热点过去了，没人再关注这件事了，管理人员也不监督这件事了，所以他出来了。关于食品嘛，现在不是热点，舆论界也不谈了，那你们就买吧，就看吧。哎，这本书出来了，但愿我这句话后边这个续这个尾巴啊，可别是那个狗尾续貂。明儿淘宝上把这书全下架了，也不好说，是吧？到那时候我再来给大家谢罪吧。好，再见。